师傅有开示过心不随境转嘛，加州灵不随言转。嗯，那个第一句我们比较好理解，但是第二句的意思是什么？灵啊，是灵魂的灵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对，灵魂的灵。啊、灵不随什么圆转，是不是？圆顿的圆。啊、灵不随圆转，这还不懂啊？灵魂那是一个离开身体、离开肉体的，才叫灵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好了，你如果可分成主灵和分灵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的本性是不是也叫灵啊？对，你的本性、良心、第九意识当中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阿摩罗氏的，比方说这个本性，如果你能够常住在本性当中，你这个灵魂永远在本性当中活着，任何缘分来了你都如如不动，是不是灵不随缘转啦？嗯，听懂了吗？对，没听懂，没听懂。不是，就是这个师兄的理解是说，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我们应该修的方法，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外缘的话，我们也不应该去改变自己本来应该修的方法。对、啊、这样子嘛。对啊，他讲的比较浅一点，不是、不是单单一个方法啊，缘分来了会骚扰你的心，但是你用你的如如不动的内心来控制好自己的缘分，那不就是灵不随缘转了吗？啊，嗯，好，明白了吗？了解了啊，嗯，好，感恩师父开示。